赌大点怎么样？嗯，一拳。哼。黄金活了，小青蛙，金银螃蟹大龙虾，我鸭都鹅鸭双都五倍啊！哟，你还压双？是说？来，买定离手了。哎，等等等等。 新的都要三倍，算你五十。赖爷，别闹啊！40，你先把这账还了。我赌完这把就可以还了吗？你就帮帮我。20，买定离手。鱼，开，鱼虾蟹。来来来来来，高级葫芦，开。 下开，嘿，我的，你他妈的，谁他妈的？您，峰哥好，龙哥好，赖爷，今天手气不错嘛。我真打算还钱的，我赌完这把就还了。 我帮你下啊，下什么？快说！等等等等，我想想。鸡，听见了吗？高先生说，买只小鸡。哎，轻点。 三只鱼。 杀你呢？你死了，谁来还巴特老大的账？明天，明天，明天，不用明天，明天我一定还。今天就可以，手脚10000，得4万。听说你有个女儿，负债女还很合理的。我没女儿，没有，看守还是看家？不要，这样子吧，两位大哥，我这人有一块钱，我们赌一把，人头砍手，死砍脚，不要，去不去？明天，到底哪天是个头啊？
找谁啊？快哉还是国业？走错路。哎，502嘛，没错啊。没心情啊，走了。哟，受伤了？哎呦，这儿伤又不是那儿，不影响的。我这这么疼，我那儿硬不起来的了。喂，你少给我来这套，嫌我丑不想给钱是吗？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我不管，给钱。哎，我不管，你给我钱，给我钱。我已经很惨了，小姐。我叫默默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真没钱。我拿不到钱回去会被打的。算了算了，这趟我自己贴好了，让我在你房间里待10分钟吧，这样回去也好交差。10分钟？不行，传出去我怎么做人？至少40分钟。哎，你也失眠啊？不要碰我东西。什么东西这么臭？对啊，为什么这么臭？你尿裤子啊？真的不要我帮你洗啊？不用，没钱。哎，做你们这行应该赚很多吧？看个人吧。啊，也对。看你那么急着推销自己，平常生意应该不太好。哦，那个时间差不多了。嗯。哎，谢谢。其实啊，你可以再坐一会儿。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世道很乱，很多抢劫犯，你带这么多钱在身上，很不安全。我们小姐住一间嘛，难免有人手脚不干净。那怎么不存银行呢？银行？银行比小姐还不可信。有见地，但是你知不知道，钱在手里是会不断贬值的。最聪明的做法是以钱滚钱。我请你吃晚饭吧，附近有一家高级面摊，很不错的。以前鬼钱这种事，在别的地方很难，但在这里就简单多了。为什么？你说大家来到这里干什么？旅游啊。再想想。赌场。没错，赌博其实就是最快、收益最大的生钱方式。那也有人赌得倾家荡产。他们怎么能跟我比？我12岁就进赌场，用了28年。已经掌握了赌场的法门，再加上统计学和概率论，我今天晚上保证让你的钱翻10倍，你信不信？嗯。那我问问你，你说人们去赌场是跟谁赌？跟别人啊。错。其实啊，你是跟赌场对赌的。这么说吧，假如赌大小，一边下注100万，一边下注10万，你是赌场，你会让谁赢？当然是10万。没错，赌场一定是赢大钱赔小钱。其实你看到了这个，保证你百赌百赢。相信我，保证让你2000变4000。你把2000块钱借给我，输了算我欠你的，赢的我给你对半分，怎么样？我们去试试。这样吧，赢到6000，你分4000，我分2000，这样一来，
你一点风险都没有了。老板，买单。来了。你不吃啊？啊。五块。我你这个。不是你请客吗？你先垫一下吧，待会儿赢了钱，你分4005块，可以了吧？真无赖。这。这叫轮盘，除了绿色。其他都是红黑，如果我们只猜红黑，一赔一；但是如果买数字或者买个绿色，中了，那就厉害了。拿钱来啊！把刚才吃面的钱先赢回来。哎，锤一下！锤呀、啊！这个叫烂命狗屎运。你才烂命！啊！你真的有用哎！哎，都是你。要是刚才压2000，现在直接翻倍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钱是我向你借的，输了算我的。Last call for bets。快呀！ Last call for bets。这次买100。No more bets。等等等等，追！烂命狗屎运。10 black. Yeah! Great, you did it. Good luck! 顺便两杯酒，庆祝一下。这是用赢的钱买的，我请你。No more bets.要还不要？这都啥？18。哎。No more bets。干杯！走，吃面。又吃面啊？哎，不赌了。哎，刚才我们不是赢了吗？钱呢？其实赌博这东西啊，输赢不重要，关键是心态。你在跟我扯什么啊？你把钱给我，你是不是想独吞啊？怎么会呢？他们给我的是卡，我正在找一个提款机呢。提款机应该在这边，对，这边。喂！哼，钱给我，随便搜。找的钱就是你的。哎哎哎哎，这个不是不是，哎，不要乱拨，不要乱。钱呢？输了。你说什么输了？老娘睡了好几个月，你3秒钟就给我输了？我打！哎，别打别打！还我钱！我已经想到办法了，你再借给我点钱，我把输的赢回来。我借钱打死我吧，反正我没钱。那没事的话，我走了。别跟着我了。好啊。
我回家等你。还我！还钱！还我！还钱！哎，还我！警察！警察！警察！这个人骗我钱！喂，你别乱讲话，钱是你自己借给我的。怎么了？警察，这个人不仅骗我钱，他还骗我人。冤枉啊！ 他说他会跟他老婆离婚的，啊！警察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当初我朋友给我介绍他的时候，说他有多么好，多么好，已经5年了，从来都是我付出，你说这样公平吗？哎哎哎！我错，我错，小姐，感情是我管不了，有什么话你们回家说，别在这吵。好好好。 还钱！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太可怕了吧你！还钱！你不借我钱，我怎么赢钱还你？我的钱已经全部都借给你了，我拿什么借给你啊？不是这样子的，我给你赌一把，你赢我，我就借赌；我赢你，你帮我借钱。滚！最讨厌别人跟我赌。哎，我们来玩大冒险，如果不敢做的人，就算输。 输家听赢家的话，怎么样？怎么玩？你说了算。哼，好啊。那我们就接下来遇到的第一个人，不论他是男是女，我们都要去跟他接吻，谁不敢做，谁就输。没问题。 不对呀，这样你占优势啊！你是妓女，你每天跟人家……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开始。收到，收到。喂喂喂，你们怎么还不走？这个不算吧。 那么臭，你怎么亲得下去啊？还不是你害的，死赌鬼！你我很想赌啊？难道有人逼你赌啊？其实我赌钱，为了我女儿。你看，我没钱还债，还帮我抓我女儿去卖淫。你知道这种滋味对不对？ 干嘛？不帮我算了，反正不是你女儿。黐线啊！你这好品的浪子，还搞得这鬼魅力的。哎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这里是女生宿舍，男人不能进。 OK。 For you, baby. Now you need to work. Hey, hey, cutie. 哎，他没钱。阿苏能借我点钱吗？ 丽姐，我刚回来换个衣服。我走了。哎，默默最近是不是特别缺钱啊？鬼知道，他下午还催我还钱，我才跟他借了2年而已。
我听说他把 Lisa 那儿所有的钱都取出来了。你管他呀，神神秘秘。看你妈也看啊你。帅哥，你是默默带来的吧？哎，你是他男人吧？我是他表哥。班中，你怎么又带他回来？这是最后一次了。你收拾行李干嘛？他有什么事儿？你跟我们说说呗。问你话呢。默默不让我说，但是如果你们猜到了，就不是我的问题了。你要逃走？你是不是疯了？班中会带我走的。他拿什么带你走？是不是发财的事情？难怪他请那个阿苏借钱。对对对，阿苏他今天把钱全都给取出来了。班中，是不是觉得有内幕啊？哎，不是我说的，八大的长子，我可不敢乱说话。表哥，帮帮忙嘛！你看还没有机会啊，带上我，咱们一起下个注啊。表哥，表哥，能不能也算上我一份啊？你哪来那么多钱？班中的钱。他哪来的？他收了外围的钱，答应打假拳。不会有危险吗？不会的，他会在后半场假装晕倒输掉比赛，然后他就会带我一起走。那如果默默姐，没有如果，放心吧。Mary，Emily，Emily，Money，Money，Harr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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，OK，OK，OK， 怎么称呼你啊？丽姐，丽姐 ，OK，OK， 拜托你了，可以，可以，等我啊，继续说，继续说，好姐妹，哥爷，干嘛？你刚跟他们说什么？你手上拿什么？你还有脸说我？你自己在里面待那么久，谁知道你有没有骗我？哎，只借到3000块。够了够了，不过我要回去睡觉了。哎，你不是要救女儿吗？我女儿也要睡觉嘛。这样吧，你先拿回去，反正钱在你手里，你也知道我住在哪里，我跑不了的，对不对？明天再来找我啊。他们是他们主动给我的。你骗了多少？几千？多少？一两万？三万五？35800？你别打我！完了！他要杀了我的！哎！还有3000块。我们还有机会的。你还要赌？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我现在就杀了你！这么凶干嘛？不就是3000块吗？啊！从我出生到现在，就没把这些钱当一回事。废话，那又不是你的钱。好啊，你觉得够还的话，去还吧。其实啊，有一种赌局就是残忍一点，但是我从来没输过。要不
我们去拼一下，快走！给我，给我！来来来，这里这里，你别拉我！这里边，来呀！这里，快！你赌拳从来没有输过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赌拳。生死拳赛真的不会死人吗？应该不会吧。放开，放开！真的会死人的。来，我都说了很残忍的。哎，拿钱来，快快！螳螂寸前。哎，你留一点，别横躲。让让让，前面让让啊！躲开了，躲开了，躲开了，让让让！高少爷，高少爷，谁啊？他是高博集团的少东。哎 ，take it take it。哎，你买螳螂啊？哎，我们也买螳螂。哦，哎，哎哎哎，你们知不知道这家伙多幸运？全家人都死光了，只剩下他一个。我借你啊！谁说我们没有钱啊？只是跟你这种跟屁虫有什么好玩的？八婆，你说什么？有种别跟着我们赌啊！给你，拿着，爱买谁买谁。走开！有种别跟着我们赌！买了。买谁 ？Lucky。Lucky。扫把星差不多，看看是你 lucky 还是我 lucky。乌鸦，哎，喂，还赌吗？赌，这次我不跟全场赌，我跟你对赌。好啊。要是谁输了，就把所有的钱都给对方。我们这里至少10万美金，拿什么赌啊？我们可是拿全部家当跟你们赌一点点零花钱，谁风险大，10万块就怕了。好，不赌了，走。嗯，赌，赌大一点。我就只有这么多钱。再加一条。如果我的拳手把你的拳手打死，我就给这八婆一巴掌。要是你输了呢？我就多加10万，外加给你一巴掌。走着瞧。瞧个屁。哎，你去哪儿？阿苏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陪朋友来的。你呢？班中好像要上场了。班中是这场吗？赌谁？班中赢。绞肉机赢。输定。你买了？买了。买谁赢？班中赢。会赢的。这场比赛的结果早就已经内定了。你不早说。Yeah!
不是说好打假拳吗？怎么下手这么狠？他摆明在要他的命。你要干什么？输不起啊！你的拳手死了，钱拿来啊！给他们，老大，愿赌服输。Sue, we gotta go.我真羡慕阿苏，我也很羡慕他。你羡慕什么？你跟他借3000块，刚才你至少还他8000。你是不是人啊你？其实我一直特别讨厌赌，因为总有一个人会输。但今天晚上让我知道，其实也可以双赢，也有可能双输。高少爷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怎么，自己的爱车都不记得？418，你生日。左盘，你的车。你就是为了这个？还你。高少爷，你太小看我了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再跟你赌一把。没空，我们走。哎，我赌这件事跟他没关系，你放他走。嗯，那你想赌什么？赌你最擅长的，赌命。好了，这条路一直开，不准踩刹车，甩掉我就算你赢。马修，嗯，
最好实话实话。嗯，当然。哦，忘了告诉你，你得闭着眼睛开。高颖，下来，别跟他们赌，他们就是要你的命。你不要难为他，我赌。太好了，他看不见，你看得见。押上车，走。这张名纸，一起带走吧。女的敢碰方向盘的话，我就一枪毙了你。相信你死不了，冲吧！
跟我没关系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以前是不是真的很有钱啊？居然破成这个样子！你以前来过啊？跟谁？你的车为什么在马修手里啊？一、二，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？三，小姐，我们只认识一个晚上，分了钱就各走各的，你管我那么多干嘛？哎，我刚才差点命都没了，好歹我们也算生死之交吧，要不然。我们俩来交换身世，哎，我先说，我对你身世没兴趣。我小时候家里很穷。废话，家里不穷，你能做这行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意思说我生出来就该是个妓女，你生出来就是个烂赌鬼。你别看不起赌徒。人活着，其实就是一场赌局。举个例吧，假如你有三个孩子，老大是知名的外科医生，老二是牛津大学的硕士，老三除了花钱什么都不会。有一天，他们掉进水里，你会救谁？三个都救。只能救一个，就离我最近的那个。你好烦呐！你直接告诉我，你更希望谁可以活下来？三个都是我的孩子，任何一个活下来我都该高兴，我为什么要选？就说你这个人吧，根本就不会赌，下注当然要压赢面大的那个。傻子都知道，老大跟老二将来肯定会比老三更有出息，老三只会花钱。你救了他，他能回报你什么？他会败光所有的家产，到头来你会后悔，非常的后悔。我不会后悔。我从小就没有家人，任何一个人陪着我，我都会很高兴。你家里人怎么死的？哎，你告诉我嘛，高野，高野。意外。什么意外？被闪电劈死的。你骗人！家族旅行的时候，飞机失事。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，飞机失事的几率比被闪电劈死还要低。家族旅行。那你为什么没有去？我跟父亲吵架，赌气，不肯去。
你一定很难过吧？30岁我就继承所有的家产，还有天价的保险金，这么多钱都是我的，有什么好难过？赌博就是把最坏和最好的感觉同时给你，当你尝过其中之一，另外的感觉就会特别明显。你知道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吗？什么感觉？是绝处逢生的快感。所以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我要的只是那一瞬间的刺激来维持我活下去。那个时候我把钱输完了，就卖债券、公司、车子、房子，能输的我都输了。但是我终于了解到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老天故意让我什么都输，唯一让我赢的就是我这条烂命。你不是还有老婆和女儿吗？你把什么都输了，你老婆没有说什么吗？你烦不烦？我跟你很熟吗？问东问西，很没教养。你凶什么？老娘刚才把命都给你了，还对我这么凶。啊，钱要不要？干嘛不要？哎，你拿这么多钱准备干嘛？存起来啊。存起来？你这人有没有梦想？我当然有梦想啊，我梦想又不是花钱。你有梦想吗？我很久没有看到我女儿，想给她买点东西。能再见到我女儿就是我的梦想。这可是我听你说的第一句人话。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？那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你喜欢电影吗？电影我很少看。有一部电影我看了4次，讲的是一个风尘女子不断地被男人骗，但她依然相信爱情。她遇到了3个男人，付出了所有，但没有一个人爱她。可这些她都不在乎，她只想要一个人爱她，不管那个人是谁，只要爱她就好。那你已经梦想成真了？怎么说？你已经是个风尘女子了。我的梦想是当演员。那更好笑。你怎么了？对不起妈，我开玩笑的。如果你在我18岁的时候认识我就好。什么？那个时候我的头发很漂亮，又黑又长。跟现在有差别吗？现在也蛮好看的。真的吗？那你会爱我吗？
回答我，不要骗我。我这是电影里我最喜欢的一段，每次看我都会哭。你该不会是被我感动了吧？我是不是演得很好？这什么烂演技，完全看不懂。你可以说我是一个不好的妓女，但你不能说我是一个不好的演员。算了吧，装模作样，想骗谁？啊？去哪儿？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有一群狗跟着我们？看到了。你说，他们为什么没有进来？现在连叫也不叫。为什么？这个地方会不会有些不干净？我警告你啊，别吓吓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从来没见过，但我却愿意借钱给你赌，愿意帮你？因为我就是要带你到这里来呀。你什么人？人？你怎么知道我是人？你还没有看出来我是谁吗？老公。你耍我。被我骗到了吧？我演得很好。好个屁啊。有没有？好个屁。哎哎，你神经病啊你。我看你心跳快不快。哎呀。快你个头儿。拜托，我告诉你，我刚刚根本就没有上当，我是为了配合你，就你那烂演技还想骗人。哦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你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啊？哎，别说这个词，你没碰到，是你运气好。哈，这招对我没用。我不是在吓你，我给你看样东西，这封信是我在监狱的时候我老婆寄给我的，但我出狱之后才知道我老婆早就死了。可是这封信的邮戳是她去世后两个月寄出来的。我看看。爱信不信。跟你说，幸亏你没当演员，你演戏肯定没人看。哼，我走了。哎哎，去哪儿？当然是回去。哎，可不可以再陪我一下？干嘛？要骗我钱给你赌？你把想成什么人？我就想给我女儿买点东西。你要拿我钱给你女儿买东西？你到底要把我想得多烂啊？就是烂。撞了个人，能把车撞成这样？你们办监视器要多少？10万。交通肇事而已，判不了几年的。哪儿？20万。你撞交警啊？30万。30万可以吗？30万够了吧？蓄意杀人？你陷害我！200万。
保你没事。到底是不是这里啊？应该在这儿吧。应该。这地址别人给我的，我也没来过。连你女儿住哪儿都不知道啊？小敏。谁？小敏，是我，爸爸。几年没见，长高那么多了。我不是小敏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上个月才搬来的。嗯，找错地址。小妹妹。啊。干嘛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莎莎。姓什么？刘。你说上个月才搬来的，大概是几号啊？十一号。你妈不在家？不在啊。小敏啊，小敏，其实爸爸一眼就认出你了。对不起。来来，白痴啊你，自己女儿都不认识。还不是她姨妈搞的鬼，我跟她已经好几年没见了。不用坐了，有什么话就赶紧说，说完就走吧。小敏，给爸爸一个机会好不好？缺不缺零花钱？来，爸爸给你。我不要，你别这样行吗？姨妈今天上晚班，天一亮就回来了。她要是看到你在这儿，肯定要不高兴了。你也知道，她最不希望的就是我跟你再见面。不是这样吧，老爸带你去买点东西。你喜欢什么？口红、项链。要不然，老爸带你吃宵夜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吃宵夜。我们这里是茶干道帕萨内巷三十号。对。哎，不用叫宵夜了，我们出去吃。警察叔叔，你快来救我啊！有两个陌生人闯到我家里啊！救命啊！你干嘛？你现在只有五分钟了。你怎么这么狠毒？跟你妈学的。请你离开。陪老爸吃顿饭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就一顿饭，一顿饭能用多长时间？他怎么了？你干嘛？饿了？肚子疼？是不是要上厕所？高爷，帮我倒杯水。哦。到沙发上坐一会儿吧。小敏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替我保密好不好？其实我得了重病，快要死了。在死之前，我想为你爸爸做件事，你就当帮帮我，好不好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一起出去吃个饭，天亮之前我们就送你回来，你姨妈不会知道的。我们走吧，警察来了就麻烦了。其实，我刚刚没有真的播出去。不是说随便吃点东西的吗？干嘛来这种地方？我跟这里老板很熟的，上面的房间很漂亮，可以看到整个城市，还可以吃饭。听老爸的啊。
想给你庆祝一下，明明啊，以后老爸没事来看你好不好？你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那一个月一次好不好？你别再逼我了。一年一次。我还是先走吧。哎，明明，不要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吃东西吧，啊，来，龙虾吧，啊，波士顿龙虾，波士顿来的。生蚝好不好？法国的巴龙很好吃的，来，轻一点。鱼要不要？老爸夹给你啊。我对海鲜过敏。我再叫。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还是先走吧。哎，明明，明明，不要走。姨妈马上就要下班了，我真的得回家了。姨妈，姨妈。 你怎么什么都听他的？这么多年，一直不让我见你，这不是好东西。我妈死了，是她养活我、照顾我，她不是好东西，但你又是什么东西啊？别在我面前装什么贴心老爸了。她跟我说了，你一开始就没有真的想把我生下来，你是受过这样的话对吧？ 没错，我是说过不要生你下来，以为当时妈妈难产，医生说只能保一个。我跟医生说保大人吧，孩子可以再生，甚至说以后不能生育了也没关系。 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你妈，我不可以放弃。她从来没有放弃过我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。 但是你妈妈真的很勇敢，她坚持要把你生下来，给老爸一个补偿你的机会，好不好？ 跟我讲讲你跟你老婆的事吧。以后有时间就告诉你。别跟我扯以后，也许明天我们就谁也见不到谁了。从小我就不学无术，有一天，我爸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可以让我彻底改变。他以为我结了婚，有了小孩。 就会稳定下来。但不管是结婚也好，生孩子也好，当时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形式。但我错了。Mr. Go，你怎么来了？爸爸叫你回去呢。行了行了，你先走，我赌完这把就回去。 那你爱他吗？
对我来说，爱情不是突然发生的。我跟爸爸说你陪我散步去了，这样你跟我一起回去，他就不会骂你了。只有他会站在我的角度为我考虑。后来小敏出生了，我跟我自己说，如果要改，这是个最好的时机。雨晴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硬生下孩子以后更是一落千丈，医生也没办法。后来我家里人遇难，我又开始赌，输光了所有的钱，还跟人打架，进了监狱。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失去自由。那次在监狱里，我真的是怕了。不管多长时间，我一定会等你出来的。要不是雨晴在外面等着我，我早就撑不下去了。我还记得那天，她特意涂了口红，谁知道是最后一面。哭什么？我当时都没哭。她姨妈要下班了，该送她回去了。等一下，等一分钟。怎么了？我们看起来像不像一家人？想有个孩子，先找个老公吧。有老公的。你真是个满口谎话的疯婆子。明明，明明，起来了，回家，啊，回家。你还叫了东西啊？谁呀？丽姐，我这就还你钱。我女儿呢？我女儿呢？明明，明明，我求求你们，把女儿还给我好不好？你要女儿，不就想利用他来帮你还债吗？我有钱，我有钱，我欠你们多少啊？8万。我这儿还有。现在可以放人了吧？等等，说清楚比较好。敏敏，不要怕，老爸马上来救你啊！少1块钱？啊、怎么可能？这些钱少说有7、8万。你不相信我们？龙哥凤哥，1块钱就算了吧。这个可以抵1块钱吧。我要1块钱。我这里刚好有1块钱啊。哎，我跟你非亲非故的，为什么要白白给你钱啊？你那么爱赌啊，不如我们赌一把了。人头志，你赢了，这1块钱就给你。输了呢？输了就要你女儿的命。不要！你不选啊？你不选，我先选喽。我猜是志。不要！不要开！怕什么啦？你不是连人命都敢赌吗？只要你不碰我女儿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杀了我，用我的命换我女儿的命。你的命这么值钱吗？我的眼角膜可以吗？要不
我的身上也可以给你们。我对你没兴趣的，不过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的命啊变得跟你女儿一样值钱。什么办法？帮忙坐几年牢。我答应。答应了。答应了就不用赌了。哎呦，这人头哎！我跟马修打赌输了钱，于是故意从赌场偷走了他的车。后来被他发现，他就开车来追我。我一路飙车逃跑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，只是觉得撞到了什么东西，我怕他敲诈我，就用刀子捅了他。全都是我自己干的，没有人帮我。爸，爸，以后我们一个月见一次，好不好？要不然半个月吧，我会跟姨妈讲的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每周都可以见的。爸，爸，你说话呀！你别跟着我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你的钱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骗你，为了骗你这个蠢货给我钱。刚才的话你听到了吗？我就是那种人，懂了吗？懂了赶紧走。我知道你要做什么。不管你的事，你回去。高爷，你不要叫我回去，我能去哪儿？我欠了我姐妹这么多钱，他们会杀了我的。那你跟着我也没用，我帮不了你。你欠了我这么多，别想一走了之。欠你的，我下辈子还你。高爷，我们赌一把。高爷，你说我们一人吃一半，会不会死？你这个疯婆子，人家死你也要跟着死，谁要跟你一起死？滚！如果你敢丢下我去死，我现在就从这儿跳下去。你缠了我一个晚上，现在别想那么轻易摆脱我。他们要听的罪，小水要坐十几年的牢，那还不让我去死？
你还有我。高爷，警方最近破获了一个大型犯罪集团。根据其中一份供词，发现你是被迫替人顶罪。近日会替你办理出狱手续。我赌人头。从正面看出去，心跳得好快。谢谢。我今天打扮得可以吗？你觉得是扣上好，还是放下来好？爸。啊。默默姐不会来了。是我写给你妈的信吗？这些都是默默姐让我交给你的。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那天晚上，你说自己一直在骗我。其实我也一样。对不起，我偷看了你的一切，却没有向你透露只言片语。但命运还是给了我机会，让我当了你一个晚上的妻子。
你一定又在笑我是个疯婆子，对不对？虽然你曾经说过对我的身世没有兴趣，但现在我想告诉你那些应该要让你知道的事。18岁那年来到这里，还没谈过恋爱，就被逼着要做这样的工作。我每天都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后来才知道，吃安眠药自杀的人，老天爷是不收的。你们怎么回事啊？他身体这么虚弱，没经过家属同意，怎么可以随便捐血呢？是我自己自愿的。姐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这么做，我不会带你去探监的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活着多好啊，只要你活着，就一切都有希望。从我刚认识雨晴的那一刻起，就见她不停地给你写信。雨晴说，家人和医院都不让她去看你，她的信是你在牢里唯一的寄托。我决定帮着他，偷偷去探望你。快点！金雨晴，今天多好，拜拜了呢。好，好。我看起来还好吗？等一下。江雨晴，来了。谢谢啊。那是我见到你的第一面，却是雨晴见到你的最后一面。等我，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是623病房的吧？有你们的信。把这给我吧。雨晴再也读不到你回的信，牢里的你也将失去仅有的希望，所以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我开始模仿雨晴写信给你，而我自己竟然从那个时候开始对生活有了期盼。我期待邮差送来你的信，我喜欢你在信中对我坦诚相待，毫无保留。虽然那个时候你还不认识我，但确实是你陪我度过了很多痛苦的日子。那段日子我一无所有，唯一让我坚持下来的就是你。直到那一天收到最后一封信，知道你要出来了，我明白这场梦该醒了。陈小姐，你的家人来了吗？我老公忙，来不了。你告诉我吧，
没关系。大概半年。喂，我还真是烂命狗时运，在我仅剩半年的生命里，你就这样出现在我面前。你找什么片子？要我来帮你找吗？卡比利亚之夜，这片子太老了，我这也没光碟，只有这么一盘录像带了。没关系，要不你在我们这儿看吧，现在很难找的播放这种录像带的机器了。嗯，好，多少钱？不用钱，这电影都没人看了，你喜欢，送给你好了。不行，我不能白拿。一块钱吧。Io sono ricco, ma sono solo infelice. Che cosa importano le automobili, i viaggi, grandi hotel, fumo, illusione.Quello che io desidero è avere una casa, dei bambini, una moglie come lei. 高爷，我们赌一把。你是一个很认命的人，你总是服从老天对你的安排，所以当时我就知道，你想要以自杀顶罪，保护小敏。我突然明白，原来一切老天早有安排。雨晴救我，最终就是为了让我遇上你。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让你活下去。你说我们一人吃一半，会不会死？天亮之前，我们跟老天爷打个赌。如果明天我们都没死，那我们就答应彼此，此生都要好好的活着。其实一开始，我们的赌注就不公平。我拿自己只剩半年的生命，去赌你后半生的一个可能。Lisa 姐，我想把这几年的钱都取出来，我这儿有20000块。先替他还上。那一晚，也许对你来说，只是一个晚上。但对我来说，却是一辈子。高爷，谢谢你让我能在有生之年爱过一次。如果你在我18岁的时候认识我就好了。那时候我的头发很漂亮，又黑又长。
你会爱我吗？È proprio vero. Non cerca di ingannarmi. Mi vuole veramente bene.